原标题谈先楚一生三大军功，仅此一项。毛主席让旋风司令破格受上奖。1955年我军授衔时，有两个人比较特殊，根据他们的资历、职务和战功，一个应授予少将，另一个应当授予中将。但当时毛主席专门做了批示，分别向上晋升一级，于是一个成了中将，另一个成了上将。而成为上将的就是有着旋风司令之称的韩先楚，他的晋升让所有人都信服。韩先楚生于中国将军县湖北黄安，参加红军，先后经历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，从战士一步步成长为一代战将，可谓身经百战，战功赫赫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为争夺东北，国民党调集八个师十余万人的兵力进犯南满，其中号称国军千里驹、全副美式装备的25师直逼我军指挥部。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，韩先楚所在的四纵一面阻击敌人，一面掩护军区机关转移，同时为主力部队集结争取时间，完成掩护军区机关转移的任务后，韩先楚腾出手来收拾敌25师。尽管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敌25师，我处于绝对的装备劣势，但敌25师由于一路攻势顺利，出现了轻敌冒进、孤军深入的情况。韩先楚果断抓住了这一弱点，决定在老爷岭地区歼灭敌25师。四纵与敌25师在老爷岭遭遇，韩先楚指挥部队迅速抢占制高点，经过3天3夜激战，最终以伤亡2000多人的代价，全歼号称国军千里驹的敌25师，俘虏敌师长以下5000余人，开创了东北战场一次作战歼敌一个整师的先例。东北顺利解放后，韩先楚随四野入关，一路南下，从白海黑水一直打到了南海之滨。1950年，韩先楚奉命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，当时因我军刚遭遇金门失利，各级对登陆作战普遍心存畏惧，加之缺乏必要的航渡装备，我军汉鸭子较多等因素，高层倾向于将解放海南岛时间推迟到6月份。韩先楚当时担任40军军长，凭借其准确的判断，力主不等购买的机帆船到位，以木帆船为主发东渡海作战，尽早解放海南岛。正是韩先楚的这一坚持，才使得我国第二大岛海南岛在1950年4月即宣告解放。2个月后朝战爆发，美国海军封锁海峡，我军错过了解放宝岛的良机。在获得批准后，韩先楚率部挺进雷州半岛，着手解放海南岛的各项准备，筹措船只，叫习海战，组织训练。在紧张忙碌了3个月后，1950年4月16日晚，韩先楚指挥40军近2万人分乘木帆船从雷州半岛出发，借着夜幕掩护横渡琼州海峡，在航行途中指挥木船成功打跑了国民党军舰，顺利在海南岛临高角一带登陆。面对薛岳三位一体的柏林防线防御体系，韩先楚再次发挥旋风司令的作风，亲率主力迅速向敌纵深推进，国军主力全面溃败。韩先楚成功将我军胜利的红旗插到了天涯海角，正是因为韩先楚立有这一奇功，避免了海南成为第二个孤岛。1955年授衔时，毛主席才会专门批示韩有功，中进上，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